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觉得它变清楚了？天呐，我觉得口袋 S8 的滤镜变了，怎么感觉现在变得好高清？是我的错觉吗？撑不住。好气啊！挺不住他。我也不想晃。但是它稳不住。虽然这边有个，让我转一下吧。我准备。打开你们版的口袋四八看一眼，今天的效果感觉今天特别的高清。一定要登录吗？那用微信登录一下吧。这刘海怎么了？不就是假的吗？什么？为什么？在我这边看跟在你们这边看出来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科学，悲伤。我一定要拍一下我在我这边拍出来是什么效果，然后发评论里。哎呀！这样，算了。不行，截图不是这个手机，微博在这个手机里，然后。
然后，这个手机用不了直播，可能他年龄大了。那是叉叉的声音吧？发在评论里面，点错了。就我没有调颜色，只是码掉了一点东西。好了，发完评论了。2.0S 吗？但是，因为这个是 N 系列。然后，如果再买个二系列，长得太像了，我怕分不清，所以我想等二系列出了再买啊，不，等 N 系列买了再买新的。是啊，我看到了，就是我用这个手机里的你们的版本的 Codesva 点到了我的直播里面，看了一眼，就是颜色差好多。而且清晰度也差很多，我这边非常的高清。然后我就以为它更新过了，结果只有我这里那么高清，有什么用呢？对，而且就是因为感觉这边变清晰了以后。就会卡，但是怎么说呢？就感觉这个清晰度在传到你们那边之后掉了很多，但是还是卡了，就它又卡了，又不清晰。不是说你们卡，我这边也掉帧掉得很厉害，就是因为我声音我不知道嘛，我是自己的声音，但是画面也是掉帧很厉害。话说，不知道直播出来了没有？想看一眼。其实我今天热热敷也很翻车，就是刚刚有人在问我 MC 的时候在那边练什么，我在练身手。然后果然很顺利的忘了。哎呀，想看的弹幕还没有出来，那就先看一眼没有弹幕的吧。
只有一批吗？好厉害呀、啊！但是找起来会很烦吧？我一点之后点到我自己 MC 呢。我今天是在水手服录音的时候收到通知说唱人鱼吧，然后。排练的时候没有给我升升降台，于是我就没有发现需要往前躺一点的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是，这样子完了以后不是要转过来嘛，然后我就正面坐在，我就坐在那边说一句：“完了，够不到，怎么办呢？”然后这时候没有办法，只能挪，挪一挪，然后我就看了一眼那个。那个摄像头果然灯光暗掉了，就是我有亮红灯，说明在拍嘛，就是拍我的这个暗掉了，然后中间那个也暗掉了，就不知道是哪个在拍。机智的编导，机智的导播，不然会更翻车。因为今天单三就是突然间不能上公演，虽然我不知道为啥，然后就临时的。唱了《人鱼》，也是很巧啦，因为今天正好和奇骏，对，其实是和奇骏换了 unit，然后刚好王叔叔又不在，就跳了王叔叔。是会卡。不知道戴王他们又会不会搞好，就是感觉掉帧，就是有种显卡不够，但是还一定要看高清的那种感觉，就 是被门夹了，被门夹了，好笑，被门夹了。谢天一跟我说了，就是。他在出来的时候，那个 staff 姐姐，等一下，等，staff 姐姐就是，她把门关早了，然后谢天一的手也被夹了。网不好，大三。不是说天早在干什么？天早在直播什么？他怎么又那么撕心裂肺的？咋的？刚刚出去倒水的时候看到他了，看到他拿着自拍杆，就知道他肯定也要直播。牵着牵着手，小姑娘。有些调皮，有些害羞，都不会无聊。牛奶，掌声和。算了，你们别看了，我自己看。还没试。天草果然赚翻了。拍到了我忘了。
这衣服果然会显得腰长，但是王叔叔的那件衣服上面太短了。因为本来是给齐金做的，然后他那件就特别短。衣服长吗？我等会看一眼。但是我很嫌弃这首歌，我应该以后不会再跳了。而且这个动作很不通顺啊，它违背了我的协调，所以我很嫌弃。看我脸蛋小。就是这个动作本来老师编了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一直想跳，然后王叔叔和马路口改了以后就违背了我的协调。然后我就很生气，要不有机会跳一下他们老师的版本吧，看一眼中东。好像穿的是有点长哦。他居然可以穿的那么长，我都嫌那个衣服短的都不行。看到他踮脚。每次就是换了别人跳以后，就觉得感觉像是三个大妖精带了个小妖精。因为我一般就是很奇妙哈，他们都是跳我的位置，然后踮脚，然后我又是经常是站最后一个嘛，就很像带了个小拖油瓶。很奇怪，就跟你们讲一个小插曲，就是编舞的老师，就是他找了四个舞蹈老师，然后一起来跳，给我们拍这个舞蹈的 demo 嘛。然后那个编舞的老师跳的是我的位置，就他编舞的时候就是编的我的位置嘛。然后，
就是我是3号位，但是那个编舞的老师就是，他当时就是我说，那为什么就是间奏那个站在那边自己嗨，还有最后那个要这样子的那个都是我呢？因为要么是 C，要么是4号就站在最后。他说，我编的舞，我当然要跳最好的了。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就我在那边，太棒了，哈哈，他把镜头移开了。好难过啊，就是丹丹的那条裙子，应该要就是穿在腰上，然后因为太短了，实在是太短了，我就往下拉了，拉了以后就拉到了下面粗的地方，然后我看到了肌肉，好想骂脏话，我想骂脏话。看到自己摘耳返动的了。就大三那个裙子穿上去，对我来说就像芭蕾舞裙一样，好嫌弃啊！然后我本来想，就是他们有些时候衣服太小了，就会穿不想倒的那个代替嘛。然后，因为我这次就是我自己知道都很晚，然后跟阿姨说的也晚，他们说可能来不及啦，嫌弃。唱错词，你要唱错词。
然后你。最后那里华丽的畅快的我，又一次畅快的我。这裙子真的好短啊，显腿粗，嫌弃。我现在放的就是我唱的，星星刚刚唱的。撇开那个唱快了的，我觉得还挺好的，比我上次唱的强。就这次，因为比较熟悉了，所以不会很紧张，唱得很放松。还好没有拍他，他这时候在笑场。刚刚那里李昭是唱错词了吧？是唱错词了吧？唱错了吧？李昭。而且，单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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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了，比我想象的好一点。我要听一下最后的那个声唱。还有今天的安哥喊得好早，我们都还没有换完。就是之前那个，就是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唱这个歌，开始在想我要不要穿个平底的鞋子，就可以比他矮一点。但是我试了一下，就算我穿平底的，也没有比他矮，所以就还是穿了高跟的。不是果冻，是那个橘子果杯。我今天，因为这两天就是，就。看书啊什么，就躺床上，就因为没有运动，然后有点胖，所以今天还没吃什么东西呢。但是大家看这个衣服真的很挤肉，嫌弃啊，嫌弃！我想说，下一次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唱人鱼？我一定要唱对那一句话。新闻什么时候才能把节奏唱对？真的会不会有人以为我的音源就是有这个问题？我上次就在一模一样的地方快了，啊，好酸啊，今天的。
啊，对，闪亮加冕这次两段的最后一句我都唱错词了。我唱错了。这句啊，这句只有聪聪一个人，后面没声音。旗子，我们现在拉旗子是有规定的，就是前两批出来的拉旗子，然后我不管是马路口专位还是我自己的专位都是第三批，所以我不拉旗子。说冉冉，你都不看录播的吗？李昭这首歌你倒是唱啊！这首歌你怎么不唱了？怎么没有声音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了。我是在 solo 吗？刚刚那首都唱得很开心啊！
谁在唱王小佳？幼稚生物一个。有人在唱《王小佳》。因为我唱的肯定是《梦想家》，然后就是唱到后来他们不唱了，听到《梦想家》了就知道他们不唱了。感觉有一个人唱的要驶过去了，嗯。原来麦开的这么小吗？我耳返里面就麦的声音很小，我以为没开呢。李昭又不唱了，又只有我一个人了。每次唱着唱着唱着，听见李昭的声音默默的消失了。今天那边只有我一个，右边。李昭这个华丽的破音，每个风景。啊，听这里，啊，听一下相遇的季节。我最后谢幕的地方唱的 flag， 我感觉有个也很翻车，有个音没唱上去让我很在意，因为今天耳返里的那个伴奏小，麦小，确实听不见。这首歌也是身上，哦，半开，这首歌不是身上。最喜欢我的这句，
怎么？嗯，刚刚这是翻车了吗？刚刚这就是翻车了吧？还真的很赶哦，这首歌都让我们声唱。这首歌很难唱哎，很高。水水一边跳一边喊口。好，我承认，李昭果然不会唱假音。就是今天排人鱼的时候，就是问他，就是不是应该第二段也是不就是人鱼不是李昭是第一第三段是唱的高和嘛，他是主音，然后单三的位置也就是今天我唱的是第一和是和声，然后就是那个爱给我勇气那个地方。正常人都是用假声的吧？李昭不会，他是用真声的，然后就会差一点点音什么的。就排练的时候，我说：“那你用假声？”他说：“我不会。”哦，然后桃子就之前有讲过，就是桃子在唱《夜蝶》的时候，就是他第一段和第三段他是低和，我是主音嘛，然后他也不会唱和声。就是后来都是我唱，就是就变成三段全是我唱和声。然后今天人鱼也是第二段，其实应该他是和声，然后我是高的那个主音。试了一下以后发现他不行，他会变成就是会先跟我的唱，然后发现他应该唱和声了以后就来不及了，就下不去了。因为其实还挺难卡的那个和声，因为之前我跟单三和的时候练过。所以就还行，然后我说那就全都我唱和声吧，所以今天也算是让我轻松了一下，就是我唱的全都是低音。卡了吗？对不起，我刚唱的有点油。啊，说到这个，那个舞，嗯，不是很喜欢呢。要不，那个舞取消了吧。已经抹了一下。取消，因为我跳了一下，发现就是当时因为编的时候是六个人跳的嘛，现在换成一个人会显得很单薄，因为他的动作其实比较就是集体做好看的，一个人就不好看。
而且那个许志华的歌词好难背哦，想想什么时候播。知道，主要是最近我没什么空，就是有背歌词的闲时候，我比较想用来背历史和马克思。谁不是拍了一个李昭还跳错？这跳错就不应该了哈，这首歌。是第几段？第二段吗？说好的站一线呢？怎么都站在线中呢？搞得我跟到处去了，生气。这里果然开麦了，我听到我声音了。话说，我要来听一下那个 rap，每次那个 rap 开麦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声音非常的突兀。先听一下我的分子。好嘞，这句话依旧很完美的唱完了。其实录的声音也是我的声音超级明显。副歌我就是听惯了，就去找自己的声音之后，仿佛是自己在 solo。一般都会从我开始开麦，果然，哎，我的声音好高啊，太高了。不看，就是谢幕的地方，不是唱着玩了一次吗？但是因为真的今天的反听有点小问题，就
几乎跟没戴差不多，就戴上了以后，伴奏听得很清楚，但是我自己的声音听不太清楚。12点半了，拜拜。就是这么突然。今天想干嘛来着？